正常发挥频道会员召集令，四种频道会员壮大我们监督的力量，欢迎您召集亲朋好友加入，让正常发挥的声音不会被消失。不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来，你先，你的资料，因为这个我有省到啊。我们 NQ9B 啊，我们买四架，6亿美元，对，3000万乘以4，一架1.5亿美元。我们这里乘以四才。啊，为什么差这么多？一架，对，是我这里太便宜了。我跟你讲，印度后来买6架，6亿美元，跟我们完全一样。嗯，那印度一架只有1亿美元，我们买1.5亿美元，对，冤大头，佣金5000万。这个不知道啊。那我跟你讲，差这么多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我事实上我是怀疑啊，这个 MQ9B 不是我们要用的，对，因为它要飞的地方是台海中线啊。那因为它是现役。美国现在的现役，对，所以它的军事数据库是跟美国连在一起，当然，所以它的可能跟乐山基地一样，因为美国在台海中线那个勤收啊，需要有一个，它可以在空中49小时，对，所以就可以维持台海中线的。刚刚邵阳君讲的很重要，就是它那个合成那个照相机是非常敏锐，对，它可能要去照。船只的型号，它可以辨识出非常非常多的东西。它可能要照船只的型号了，比如说你是从南部战区来的，还是从北部战区来的，东部战区来的，美国要列，它要建立数据库，那我认为不是给我们用的了。那当然，是得到的情报是要直接传到跟乐山雷达是一样，对，它也可以直接传回去啊。如果是美军在控制的话，是直接回美国去的，对，搞不好我们根本收不到嘞。价格比你那个贵非常多了。打电话请那个蔡政府打电话跟阿联酋抗议，为什么要买3000万？为什么我买1.5亿？可这个是报道里面的数字，应该也不会错。根本阿联酋买几架嘛？哦，你可能买的多啦。我们只买4架。对，人家可能买40架，哎、欸，不太可能啊，产量没那么大。那个他2009到2019才卖5架，我看阿联酋就买个1架而已吧，2架。我们是买 B 型的。我们哦，对了，不同型号可能不太一样。重点是数据链不一样。哦，对了，啊，对了，对了，对。好，这个我还要请到亮哥哈。来，我们说美国当然很忌惮中国无人机，比如说刚亮哥提到的，好，或是这个委员提到的，你要买在中国要买，他绝对不会卖你的啦。甚至他还怕你把你的无人机卖给太多国家，麻烦呐。所以事实上哈，2018年我们来看，美国陆军、美国国防部都不断的对中国的无人机下达相关禁令哦，哦，不准退回大陆大疆无人机，不准要。好，这里也是国防部下禁令。不准购买跟使用所有商业市场的现成无人机，尤其是来自中国的。但奇怪了，拼命下禁令的结果，却是美国的海军花了19万买了数目不详的大疆雾系统这个无人机。这是8月啊，5月下禁令，你还给我买呀、啊？更离谱的，11月空军继续买，也是大疆。型号不同，好，甚至买了这些空军、海军买了以后，是用在空军的特战联队啊，用在海豹的海陆突击小组啊。好，那当时被爆发之后，美国国防部立刻被骂，哎、欸，你叫我们不准买，你买好了，那你自己还买到军队里面去用？结果国防部说，这批采购获得特别的豁免啊。好，我们是个案处理，引应急需，到底什么意思？4个字，冒充混进。你知道吗？我是特种部队嘛，我到大陆去执行任务，我带的是大陆的武装直升机。你一看，所以我讲4个字嘛，冒充混进。你看他的单位嘛，是吧？空军的，个特战联队，海豹的那个突击队。那不是敌后工作吗？所以是要买来聊，就是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在特种部队的时候还训练用共产党的枪，还要会喊口号。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他买的是民用的，对，民用军用的你买不到。对啊，当然混在这个大陆里面没事嘛。好，那我就好奇了哦。这个将军讲我认同，军方我们需要这个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那警察要买来干嘛呢？这个很难讲啊，那就便宜了。警方也买。我们要看美国加州的这个警方呢，就依靠大疆无人机，这是2019。
政府下令不准买，你还买，还是大江无人机找到夜间失踪的聋哑男孩，把他安全带回来。好，然后这个美国相关研究机构就说，哈，美国有50个州的政府部门都在使用无人机，而且90%是大疆制造。这美国人自己讲的，将来的 Uber 也用它，用的就更多了。内政部有1000架大疆，洛杉矶消防局有10架大疆，而且还常常救不少人。好，这个内政部就说，我们进行详细的市场研究，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价格跟性能具有竞争力的国内产品，所以我们只好继续买大疆。哎，这个意思。我那个民用无人机大疆本来就全球市占率70%。70%啊，嗯。那美国民用无人机大疆占76.8%。那全部都是。可是我记得之前拜登不是有禁令说不准买大疆的东西吗？他没办法，农业挡不住哈，农业用的也很多啊，撒农药，撒农药很多了，还有那个送餐的、送油包的，还有很多啊，水利啊，要看那个水库啊，那还有渔船啊，要看海象啊，森林防火啊，就是挡不了就对了，挡不了，因为太便宜了，又好用，性价比又高，没有办法 ，CP 值高嘛，对，就是 CP 值高，没有办法。我这个，我前两天我们提到，如果跟将军分享，我看那个影片也是那个，我真的看了，我都好想买，那小小一台，好可爱，大疆无人机。然后呢，我看完我讲完以后，我就被将军笑了。将军说这个是多久以前的技术？然后他就在这，我还是讲一下，他在地上画一个圈，然后把那个小小无人机放在那个圈里面，然后呢说好，他要起飞了，然后就操作嘛，咻咻啊，一下就飞好远啊，就看不到了。然后他就说好，我们现在把那个。操纵器，比如操纵器，我们把它关掉。关掉以后，他发现失去讯号，他自己会导航回来，他就把它关掉，然后放着，就不操纵它。就没多久就看到那个飞机上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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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自己回来，然后飞到那个圈圈里面。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好神奇哦！就将军说，这有什么好神奇的？他说这几年前就可以做到事情了，缩土包子，自动归航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缩土包子，我还觉得好神奇，看了好想买。徐宏庭说，他特别用无人机去。偷拍柯P一张照片啊，因为他柯P这边夸口，说台北市政府装了电子围篱，所以无人机应该拍不到照片。结果徐宏庭还是拍到了，就拍到证明柯文哲说谎，连柯文哲的鼻毛都拍得很清楚啊，不过解析度很高啊。无人机有个大缺点，你的遥控系统如果被电子作战的部队啊干扰，那干扰，搞不好飞到你自己这边，这就问题。有可能，这个电站，搞不好可以有讯号反控或什么的。因为所以你要操控，你要很多加密手段啊什么的。对对对对对。那对方一定找到办法把你弄。嗯。所以不是有飞出去的，有回来打到自己。嗯嗯。免疫力会降低，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觉，女生睡不好，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，皮肤也会变差。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，叫做梦梦水，独家的配方呢，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。怎么买呢？来 QR Code 快点购，扫一下